菩萨不喜欢困闹啊，不怕菩萨，不怕寂寞啊，耐得起孤独啊，并不是说叫我们天天待在山里面，而是说菩萨要有这样子的耐得起寂寞，不染于世间，却爱世间。那当然也为了还没有成就很圆满的境界的时候，能够短时间的闭关呢、啊最好。再来，要问身法，甚深的佛法就是万法的真实相。我们凡所有相都是虚幻，你不能只有在相上分别，那你要去巧问。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我发觉很少人在问佛法。特别我师父常跟我说，如果出家人不喜欢去问佛法，他就不算出家了，因为他不会进步了啊。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去思维如何帮助众生，佛法的意义一定会有问题，我们叫亲近善知识，多问问啊，好要问甚深的教法，就是你看不懂的嘛，你不了解它的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啊。再来，世间所有种种厌离，就不染着世间的一切。所以各位经常回光返照，我到底哪一点放不下，我到底喜欢什么。像我现在问我自己，我喜欢什么？没有，一天睡一次睡饱 OK。 第二，我喜欢什么？不要吃难吃的，我没有说要吃好吃的，因为难吃的实在很难吃啊。但是事实上我这个人，我早上平常如果受包养，我就不能吃油，一点油都不行。我很喜欢白饭加苹果，这样就很好了，白饭配苹果啊。然后呢，或者说你白饭那个烫一点没有油的青菜，这样就好了，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啊。但是信徒都是很慈悲的，给你弄一大堆吃的拉肚子的啊，他不可能说哪有师父吃这样子的，对不对？结果给我说不要加油，结果给你加白芝麻黑芝麻，那不是油是什么啊？给我加了很多，他那个因为他平常没那个钱，一点点都没办法。所以连这个你都要放下啊、放下。你喜欢吃冰淇淋，那你要设定 no 我不吃了，对不对啊？因为那是多余的。所以对世间就是说这个染着，也不是叫你不要去享受了，就是说你心里面不会去爱上那一点，看不下那一点，你吃你吃啊，你喝啊喝啊，但是不要去上瘾，这样就好了。但是哪一点你会上瘾啊？对爱情啊，对名利啊，对子孙啊，对那栋房子啊，你可能会染上，对你的位置啊。那这一点各位啊，要看清楚它，放下心无挂碍。爱要出世无为果德。什么叫无为？世间法都是生灭，叫有为。凡是非世间法的都叫无为。所以我们不染世间法，心里想的是那种空性啊，自由自在啊。就像我很喜欢看鸟，我很喜欢看鱼，好像他们在空中里面啊，无挂无碍。所以我如果住在外国的酒店，这是在马来西亚，我很喜欢窗户打开看那些燕子，燕子飞得好美哦，对不对啊？它不是随时翅膀了，它是飘两下，其他就是翱翔翱翔，对不对？然后再飘两下啊，然后他们游得很快乐。意思说无染一切，喜欢这样出世间，不是说离开这个世间，人在世间然后不被世间污染。所以要喜欢追求这种无所求空性的功德，而不是说无所求就不要去做。凡所做的一切融入空性，回向法界众生。再来，远离小乘，正行大恨。那大恨就叫普贤大恨。所以小乘，所谓小乘也是个修行，为了个人解脱的阿罗汉独觉的圣者。但是各位，这样就不符合菩萨道了，所以你要远离啊，要这个大恨普贤菩萨是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愿乃尽，他是不断的在实践这种大恨，弃舍恶友，这一点要小心。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明明叫我们不要分别，这不是的。所谓恶友是他满足你的欲望，他给你权力，然后你为了要得到这个权力、这个欲望、这个知名度，
好吧，我就跟他在一起，那就伤害你了，这不行啊。所以也就不要利用别人，这个恶友他是追求世间的名望地位的。哎，如果你好好的跟我在一起啊，以后住持给你做，这样住持给你做啊，你好好跟我捧你做会长啊，你好好的怎么样怎么样，我买个大房子给你做大道场。所以但是对方呢可能是有什么样特殊利益，政治利益啊，金钱利益啊，或是他要搞一个大纳古塔，哦，他要赚很多钱，然后他要来利用你，那你要小心。这个时候你要气死他，回向给他啊，亲近善友。什么叫善友？并不是他有钱呢、啊，他互相鼓励我们发菩提心啊，修慈悲心，勤劳、谦虚、耐劳啊，没有价值哇，这些身上人有优点的，我们要亲近。于四无量及五神通皆悉通达。如果你要度众生，你没有四无量心，你没有种种的世间神通，那你就没办法接近他。所以老实说，现代人，因为我在跑印尼啊、马来西亚，我发觉我讲了十年了，他们还是老样子这样的啊，因为他们只是觉得佛教不错了。也就是说，我讲不是说我，因为我讲在语言上我没有办法直接用印尼话讲，他们也是有听有听，懂不懂这样。啊，连翻第几页都听不懂，还要跟他讲印尼话才懂，你还要讲内容吗？没办法。但是至少他们对佛教有信心，那时候怎么办？好吧，问一问前世是什么吧。啊，身上有什么冤亲债主，堕胎胎儿超度，哇，一排呀、啊！啊，所以我旁边有几位秘书呢，专门在服务的。啊、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神通，因为他们有这种能力，但是。最主要是无所求啊、有所求，然后以这个方便来让他深信因果，了解吗？不然的话他弄了十年他也不吃素，不吃素啊，叫他吃素还偷吃鸡蛋啊，还要干嘛干嘛，这个是边地嘛，边地。我们身在台湾的各位要随喜自己，台湾有没有正法？哎呀，台湾这些老和尚、祖师大德、诸佛菩萨加持，我到世界这样跑啊，所有佛教都被台湾影响，很多大法师都是台湾出去的，台湾真是一个宝岛。而且台湾的法师，我去泰国、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这尼泊尔、印度，真正的大寺庙都是台湾人在护持的，哇，太厉害了台湾人啊。所以这个台湾人有一点先天的这种福报，但是各位你不要浪费，不要浪费。所以我现在有一个讲法，这个台湾人大概都是唐朝时代唐朝盛世的人呢、啊，很有福报的啊，很有福报的。但是因为这样就有一点骄傲啊，对不对？所以有一点，所以现在就有一点委屈啊啊。但是无论如何，各位你要恢复佛法的这种兴盛在你内心里面啊。但是做个菩萨，你要满众生愿，持这个四无量代表动机，五神通要满。台湾人很喜欢问神呐、啊，对不对？祖先有没有超度啊？对不对？堕胎胎有没有超度啊？爸爸得癌症的业因是什么啊？那我想这些，我们大家要互相合作。再来，以净无知，这个无知就无明呢、啊，就断无明的意思。所以各位要了解一切。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要试着了解一切。再来，不着邪正，世间都是虚幻的，好的坏的它只是它的因缘，你不要只喜欢正的而讨厌邪的。我们心无污染，佛教里面是允许发生一切，接受一切，正邪都是我知道的，这样就好。而不是说断灭法，就是说我要把贪嗔痴完全断除掉，那你就进入涅槃阿罗汉自私了啊，不入虎山冤得虎子，这是心不跟他相应。所以我想吗啡就好了，吗啡可以用变成毒药，吗啡也可以变成解药，你怎么去用它？不着邪正，如实依师。那我们依止善知识是为了菩提心啊，而且要依教奉行，发菩提心，纯一无杂，这是最后32。
真正的圆圆满满的无上菩提心。所以各位要看看醒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乃是《发菩提心经论》，大乘佛教目的都是在调整我们的心态，符合了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啊。所以那如何发无上心？所以你要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你才能够圆满。所以佛说迦摄，如是具足三十二法，是则名为菩萨。我今于此重说颂也。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啊？那大家经常念念，然后呢，这三十二条久了以后就变成你啊。哦，人法合为一体，心法合为一体，那光明多了，黑暗就不见了。但是你要调整，你要调整，你千万不要说我懂，但是我做不到，这没有做不到的，除非你说我不想做菩萨，那另当别论了。老实说呢，像我是个出家人，我只能跟想发菩提心的人在一起，不分你是在家出家，我们才可以共事。如果你不想成佛啊，你不想利益众生快速成佛，那你会障碍到我们。为什么？你会用消极的方法，不需要如此，干嘛这么认真，干嘛这么努力啊？太满足在自己的一些成就快感就好了，那不行。所以要念一下志同道合，要志同道合。所以各位要大家一起发菩提心，这样才能够不断的大家这个共善业，不断的在帮助众生。有几件事情跟各位报告。第一个是我们生命电视台可能从明年开始就不在我们一般电视上播了，可能各位要改成 MOD 是吧？听说 MOD 很多人家里装或是机上盒，那年轻人他们在网络随时可以看到直播。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现在电视台的费用越来越贵，那一个月要将近，包括卫星跟第四台要750万台币。我认为这样对我们信徒啊，这个压力太大啊，我们就必须要不断的去大家为这个东西去麻烦。再来是现在已经年轻人，因为我们在脸书在很多网络收看率啊，都已经超过我们家里的第四台了啊，那当然就不需要去花太多这方面的钱，那这些钱应该呢来做更好的节目啊，更好的节目，更好的片子，所以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老菩萨，如果你经常喜欢看，那你就跟家里讲一下，你就装一个卫星或是签 MOD。 现在还有一种叫 YouTube， 对不对？它一个小小的东西插着，你在家里24小时，而且是高画质的 HD 高画质。所以现在有已经就这很多很多种方式，不需要去浪费大众的钱在这上面。那也因为如此，我们以后在各中心会试着放大荧幕。为什么？因为重要的法会，各位没办法说从高雄跑到台北参加八关斋戒，但是只要重要的八关斋戒法会，我们都是会透过大电视在各中心做直播了。那当然各位自己的手机都看得见啊，所以如果你有去装这些现代的科技设备都很便宜的，特别在很多地方，我们在马来西亚他们大概几百块马币，300块马币，350块马币就可以装一个小小的盘子24个钟头了啊，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见啊。所以但是就是要好好的利用这些钱做更有意义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要宣布的。那当然各位现在就是我们也会找出很多方法告诉各位怎么做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组一个慈悲基金会，因为我们也不能老是天天就像比如说海涛法师都天天在放生，天天只有一直烧东西，那当然这是我们修行的仪轨，他不太了解。但是行菩萨道，我们必须对所有众生都要平等的关怀啊！特别现在因为听说时机不好啊，那我们占用法师很多法师去拜访，才知道现在有很多独居老人啊，
贫穷啊，啊，连一。